高雄六股有一栋高宅建筑物红坤环上好。啊，这个汉曼教育所伫个咱日本时代其实是足重要，日本人拢用这个方式来做通敌。因为日本官方规定原住民的物件要来山卡买卖，必须爱来官方有许可执照的这款交换所来做买卖。礼拜日暗时7:30，台湾技术铺。